我不放心你呀，我的相亲小宝贝。咱别去了，咱就在家呗。哎呀，娜娜，我真的没事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哎呀，开心啊，宝贝，开心，加油！刘月，相亲出门了。你今天看紧他，千万千万不要让他看见网上那些信息。对呀，我就说这个事儿，啊，挺大的，就是这个，是啊。哎呀，怎么这样？哎，这边，哎，好。哎，说实话，就是他，可是不就他一个女的。天哪！你看他文文静静的，竟然干出那种事儿。对呀，真不可思议，看不出来。湘晴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舒服的话就在家休息，我送你回去。我都看到了，这个郎玉阳就是个伪君子。别看了。集团董事下来了解情况，在会议室等你。一大早，我们海星集团就上了头版头条。你不知道客户是上帝吗？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反省自己到底怎么得罪了郎总，然后到医院去，给郎总道歉。凭什么我道歉？明明就是他不对。李苏杭，现在事关海星集团的名誉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他去道歉，平息风波。我的员工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。别哭了，你再哭，你相不相信我跟你一起哭？哎，这里现场了，就别漏腾了。哎，夏青，我让你劝他呢，谁让你哭了？那怎么办？夏青，董事会不听向青解释，武端认为他有错，逼他道歉，这太过分了。刘月，这都是郎玉阳的一面之词。我觉得昨天晚上肯定是发生了什么。一会儿我跟警卫去看看。小青，你别哭。爷，跟我走。交给你了，快点吧，别哭了。小丫头跟我斗，现在舆论都站在我这边。海星集团也脱不了干系，到最后还不是得乖乖的求我。你永远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哼，哎，您的腿没问题，可以站起来走一走，长时间坐着也不好。哼，哎呀，护士，我这头怎么突然间这么疼啊？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，你要把我放着。估计能让我的病情好一点儿，啊？那谁，你先去忙吧，啊？哦，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你不，郎总，Hello， 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哎，你谁啊？哎，放我下来！护士，大夫！哎，这么高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你们？郎总，山高好风景。说实话吧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对向晴做了些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诬陷他？哎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从这儿推下去。那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我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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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是犯法的！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哎呀，我诬陷他什么了？我啊，昨天啊，他非晚上来约我，说要去什么办公室，
谈你们那个案子。不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跟同事约好了吃饭，又给他十分钟，结果呢，他把你们的方案报给我，我不认可。哎，后来他就开始脱衣服。哎，你知道啊，我那肯定是很拒绝的嘛。啊，我就说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跟你们领导说。哎，结果他就开始打我，你看把我打的。你说谎。哎呦，我说什么谎？难道我自己打我自己啊？你怎么受的伤我不管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再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从这儿真的推下去。怎么能